You and I.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要跳舞。我是这样的，本来第一脚他，身上每一块肌肉不是白来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出来的。胸部这个很大了，哎，好久没练了。算了。还有别的招式？还可以吧？
那个上那个时候，对，就是会比较高级，再练我们再摸一下。像时间的断裂，像记忆和思念，我们像旅行的旅途，像残缺的谎言。好像那个早知道遇见你是那句就会想你。我的歌词很美，别再闹你，你不是被抓到，不是被拍比较，只是你放心，有我抱紧，有我看我眼睛。Yeah, and that is me. Getting my love, baby, how you feeling?Getting my love, 我还不去想你。Getting my love, let's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One, two, three, go. For you, hey, for me to do, hey, hey.好久不见，长大了，长大了。今天是嘉义哥哥的生日会，我来给你送了一个小礼物。是啥？嗯，但是这个小礼物呢，我们要玩一个游戏才能够吃哦。好。好，那我们就是来玩一个很简单的剪刀石头布。好的，来吧。跟谁玩？来。一二三，剪刀石头。剪刀。剪刀石头布。哎，我赢了。谢谢，这是你的哥哥，哥哥们。那礼物送到手啦，我要参加你的生日会了，大家再见。拜拜。嗨，陪伴我走过二十岁的大家，你们好呀，我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样子呢？从筹备生日会开始，我就在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嘉义。也是不一样的黄嘉欣。这个生日会的名字可以叫加 X， 也可以叫 Plus X， 可以叫嘉欣，也可以叫成你任何想叫的名字，因为它本身是没有定义的。明天我就21岁了。我想和你们在一起，去未知的空间，去无法定义的未来，以及去看一些很美的人和很美的事。